哎，欢迎大家！这里是华丽之门大宋体验馆，我是文涛。今天我们将重回宋朝，感受那个时代的四艺。文涛哥哥，四艺是什么呀？宋人吴自牧《孟梁录》里记载：焚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布衣类家，说的就是这四件事。我喜欢喝茶，我也喜欢喝茶，我喜欢插花。我觉得啊，此情此景，穿上西装好像不太合适啊。那我先来，让我们开启宋代人的雅致生活吧。焚香最能让人静心，香的幽趣各有分别。当下正值秋日，用香当以甘润清幽为宜。一抹上好的沉香，香气经久不散，沁人心脾。则画之名笔，一试至多三四幅，观完三五日即换，一不染尘，二不生硬。插花是件极为雅致高深的学问，最为讲究的是配色，或浓烈或淡雅，或冷或暖，或二色互补，或一均一沉，不但要美，更要有趣儿。古法点茶是雅事，也是闲事，最为风雅之事也倒是平常。将茶碾成粉末，过筛置于盏中，以沸水点冲。这古法点茶中有着墨沉华浮、叶若春夫之美。来到我们的大宋鉴宝盛会，怎么样？今儿这个开场特别吧，就让我们以茶会友，以茶为媒，来给各位贵客看茶吧。首先是我们的2021鉴宝天团，还有两位尊贵的特别来宾。宋君归后，细写茶经煮香学。今天呢，我是辛弃疾。欢迎。啊，据说这辛弃疾生的八块腹肌，苦练单挑。你要当辛弃疾，那我岂不是穆桂英了？还是先品品这茶吧。欢迎二位啊！不过本宫觉得今天这茶泡的真不错，赶快把这茶娘请出来，让我们重重有赏吧。谢娘娘赞誉，赏赐就不用了。妾身有一个愿望，看一下妾身家里的这个剑盏如何。剑盏，打开我们看一看吧。来，请亮宝。你这个剑盏可甚是特别啊，和今天让我们大家所用的这个是否是一套呢？这个是珍藏版，是我的恩师特赠的，一直都不舍得用。但你这只小碗是我们宋人斗茶所用的剑盏吗？得让我们2021的鉴宝天团帮你瞧一瞧，有请吧。上微博参与话题互动，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更多节目精彩花絮。老师好。哎，剑盏呢，顾名思义啊，它的产地就是在我们古时候的建州，也就是现在我们福建的建阳水吉地区。那么我们今天看这只剑盏，这个造型呢，是采用一个我们叫做束口的一个造型啊，口沿微微往里收，这样的一个造型呢，更好的是能够
把茶的这个水渍线呢控制在那儿，也更好的能够进行这个饮茶斗茶的一个活动。那么同时呢，以黑釉为底，中间呢均匀分布了很多这种条状的纹理，我们称之为呢兔毫。那我们再看其底部露出了这个胎脂，这个胎脂呢颜色深黑，是因为呢建阳地区所产的瓷土里面含有大量的这种铁离子的成分，因此得名叫铁胎。所以说呢，我们看这件作品，它的胎质呢是非常的瓷糯，而且呢有长时间形成的自然的这种氧化的一个状态。因此经我鉴定，今天现场的这一件兔毫的河口茶盏是一件宋代建阳地区所烧制的一件珍品。非常恭喜，非常恭喜！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是40000元，还是很恭喜啊！谢谢，谢谢老师，范老师。姑娘的茶不错，茶具也很漂亮。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雅事等着我们去做呢？有请下一位。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位英姿飒爽的穆桂月。你好，任巧。这位啊，得给大家伙好好介绍介绍，他是咱豫剧大师马金凤先生年龄最小的一名徒弟，5岁的时候来梨园春打擂，就一炮而红，成为了梨园春的小童星。大家好，我是谢燕巧。欢迎燕巧啊。哎，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今儿你不在梨园春好好唱戏，怎么跑到华谊之门串门来了？大宋王朝英雄辈出，怎能少了我穆桂英？好好好。哎，不过燕巧啊，我看你今天这身装扮，特别是这个凤冠，布灵布灵的，特别华美啊。对啊，你看我头戴凤冠，插上翎子，玉带蟒袍，手还拿着令箭，是，这些都是穆桂英的标配。哎，请带好您的宝贝，准备进入时空之门吧。将士听令，此番出征为的是大宋的江山，倒在两军阵前，贼寇不退，吾等不回家门。众将士出征。太有气势了，我现在就想跟着你出征了。走吧，在这后宫待久了真是没什么意思，想跟他去战场上看一看哈。他往这儿一站，我真的就觉得穆桂英出现在我的眼前了。嗯，有这个气势。哎呦，但是我突然发现我们差点忘了，今天现场还有一位从2021穿越而来的女将军呢。咱们碧莹啊，我可得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她在2021年那个年代啊，是带领咱们中国的运动员也是出征到了世界上参加太极拳的比赛，拿了一个冠军回来呀，当代女将军。
有请毕莹。谢谢碧莹，这一段表演的太精彩了。那我们说回穆桂英将军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宝贝好不好？咱们请亮宝。这个器物看上去不像是穆桂英用的，反倒像我们皇家用的。苍碧礼天，这是六瑞之一的玉璧，对不对？是。这是我们大宋的物件吗？当然是，一定是大宋的玉璧。我也相信啊，这穆桂英将军此言非虚，但是究竟是不是属于大宋的玉璧，咱们还得请2021的鉴宝天团来看看，有请吧。将军好。戏真美，人也美，带来的这块璧呢也是高大上。这块玉璧呢，我们看它是白玉做成的，而且呢是双面工，两面的工呢都是用剪地浮雕的方式，啊，一面雕了三条赤龙，一面呢雕的是什么云纹的组合。那么这一块玉璧，它究竟和大宋有什么渊源呢？宋代的这种文人士大夫呢，他们非常的崇古，在崇古的同时呢，他们也会什么去磨古，也就是仿古，在玉器方面，那会仿制什么汉代的器物。那么这一件玉璧啊，我们从它的工艺的留下来的痕迹残留看呢，它应该是非常传统的这种制玉工具来制作的。另外呢，看它的表面呢有好多的色斑。啊，这种斑呢，分布的非常自然。我们从它整体的光泽看，非常的莹润，有明显的传世上千年的这种包浆。因此，我的鉴定结论是，这是一块宋代时期三赤龙纹的玉璧的真品。好，人民币50万元的。跟穆桂英聊聊天啊，也让本宫热血沸腾，真想跟他到战场上去看一看，看看下一位来的英雄又会是谁呢？哇哦，帅炸了！看我们跳的满头大汗。请问您是做什么职业的？我的职业就是玩。玩？玩也能当成个职业啊？我平时拍拍短视频，当舞蹈老师，还接拍一些戏和广告，就是觉得这也好玩。我的人生理念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创业。哎呀，这听起来好酷炫啊！哎，但是啊，我要给你稍微泼一点冷水，因为俗话说嘛，知行难合一。当你的爱好变成职业的时候，相对就增添了一份压力嘛。可别是热情满满的开始，最后是一盆冷水被浇灭了。这个困难肯定是有的。但是在疲惫之后，还能够认清现实。还一直坚持下去，我觉得这就是真谛，妥妥的能量地，有没有？为你打 call 啊！那我问问你，待会儿梦回大宋之后，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成为谁不重要，只要好玩就行。好玩？对。哎呦，那宋朝人可会玩了，四班闲事，那生活可有情调了。是是。来，请走入我们的时空之门。好。
位出场啊，气势非凡，看这袖子甩的，这装扮也不一般，您是哪位啊？朕就是后人都称为宋徽宗的赵佶，天生爱玩，除了本职工作不行，其他都能玩到宋朝天花板。你还是很厉害的啊！除了当皇上当的不太称职以外，你看你这个艺术天分也极高，体育竞技项目玩的也不错啊。要是没有当皇上的话，可能在宋代不是个体育明星，也得是个艺术家吧，辛弃疾先生。确实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宋史》当中评价他就是诸事皆能，唯独不会做皇帝。可以说呢，他是一个文体两开花的全能型选手。你说他这个琴棋书画呀、茶呀、香啊、古玩啊都可以，然后一些娱乐活动啊，像这种蹴鞠啊，然后看这个相扑啊，然后什么投壶啊、飞鹰走狗，反正是什么都会。可惜就是不会当皇帝，所以说这样的一个人呢，如果投生在一个普通人家呢，可能会在我们的艺术领域或者说文学领域创造出非常大的成就，但可惜就可惜在他还有一份本职工作，就是治国平天下，结果被天下给平了，就感觉他好像除了不爱自己的江山什么都爱一样。咱们先看看官家的宝贝吧，来请亮宝。这么大个儿啊，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宝贝啊，在宋朝的时候是最为著名的游戏之一，叫做投壶的道具。这道具讲究的是一个准头，今天来呢就是请各位一起体验一下。咱们请上嘉宾们来试试吧，两边各请出三位。好，朋友们，今天我们大宋运动会的投壶项目马上就要开始了，辛弃疾先生先给我们讲讲规则好不好？好的，没问题。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每人四支箭，投掷的时候呢要站在离这个壶大约两尺半的距离，上身保持正直，自然的来投放，然后我们就三局两胜。哦，听说最高水平的选手可以把这箭投到这个壶手的，这个专门的名词叫贯耳。贯耳，对，是要特殊加分，可以翻倍。哦，类似于叫地主。那看看各位就大显身手吧。好，第一轮有请第一位选手。哎，差一点，老师加油。哎，出去了就不算了。小哎，哎呦，散箭哦，连中。哎，第二轮，好，知计中，啊，可惜，啊，可惜可惜，哎，最后一击，啊，高老师差一点，张老师差一点，我们范老师，第三轮，好，开始，哎，差一点，真准呐，啊，可惜，一脚反超，哎，散箭一枚。范老师压力大了啊、哦，已经失准了，失准了。范老师荣誉之战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好的，好的。好，现在我们来宣布比赛结果，好不好？好，那我们这边的嘉宾队两胜一平取得了胜利，我们的天团队还得再加油啊。哎，健保你们是专业的，但是这体育竞技咱还得好好练练，是不是？但其实呢，它是一种这个文人宴席之间的雅趣，本身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所以大家开开心心以和为贵才是最重要的。哎，祝贺我们的嘉宾队，请入席，谢谢。本宫倒是看出来了，投壶这个游戏是看起来简单，想要投中可并不简单哈。官家您投的怎么样啊？绝对比他们好，百发百中是吧？差不多。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您的壶。您这壶确定是我们大宋朝的吗？确定是我们大宋朝的。这究竟是不是呢？来，刚才他们已经比赛热过身了，咱们就罚他们为官家鉴鉴宝，好不好？好的，有请。官家娘娘有礼了。老师好。老师好。刚刚玩完投壶，到底投的什么呢？投的是没有箭头的射的箭。这个游戏的起源呢，是起源于春秋时期，实际上是当时的贵族的，礼事活动当中的
六艺就是射箭的射。那么在重要的场合搞这种礼制活动呢，是为了文治武功的一种体现。早期的投壶呢，它不是这种形制的，早期投壶呢是一个大口的，里边承载有粮食的啊，然后箭杆投进去的时候它可以竖立在这里。那么官家带来的这个投壶呢，这个形制瘦劲挺拔，端庄浑厚，然后呢上手很重。那么说明什么呢？它的功能已经存在了，就是它是投壶的功能。但是我们看它的器身上面，它上部呢有两条龙，都是头朝上的，这代表向上精神。然后它的这个腹部呢，上面部位呢出现了很多的吉祥图案，其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图案是一个钱币的图案，上面写着天下太平。另外一个图案呢是宋代的银顷的图案，这就说明了宋代的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它的腹部呢出现了四个开窗式的花纹，这个花纹呢代表了四季。底部呢圈足部位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水波纹。那么这件东西到底到不到宋代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它的制作工艺上来讲呢，这个制作工艺呢比宋代的制作工艺要相对比较精良，特别是从它的底部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制作呢比宋代的这个制造技术呢更为先进和精致。但是呢它的铸造工艺凸显出来，它不是宋代这个时期的，这是一件明代的贵族阶层使用的非常精美的青铜投壶。谢谢。这个投壶目前在市场上的价格呢应该在人民币20万元，恭喜你。谢谢。官家带来的这壶还真不错，可是它并不是咱大宋的，希望您呢回去之后好好的珍藏它啊。要感谢您今天带我们都体验了一把大宋的投壶，我们都玩得很开心啊，谢谢。看看下一位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有趣的宝物吧，有请。等等等等，新晋厨师来了，大家今天想吃点啥可以给我说呀。你就带了一块肉，我也点不出什么花来呀。你可别看这是一块肉，这可是一品肉，马牙肉、红烧肉、回锅肉、酱香豆腐肉、红焖肉、酱肉、红肉、白肉、卤肉。哎呀，说实话我听得口水要流出来了，不过呢我这个人也不挑，一样来一份就好了。可以啊，改天你可以来我家，我可以给你做。好，谢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厨师吗？那肯定是因为爱吃嘛，有一颗爱吃的心，所以说才爱做饭嘛。那可不是，我可是个有追求的人。哎，说一说。我一定要做最厉害的厨师，流传千古的那种。有哪些流传千古的美食家？你得跟我们说一说。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他老人家就已经提出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意思呢就是饭菜准备的越精致越好，肉丝呢也要切得越细越好。哎，说明孔老先生对生活的品质要求还挺高的。 对，追求美味和美食。那当然，但说实话一提到孔老先生，我第一反应就是食不言寝不语这句话。待会儿梦回大宋之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像我们这么厉害的厨师，对饭菜的要求是一定要达到最精致的，所以我想做一道名传千古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一道菜。那我就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好，来，请准备进入时空之门。那当然，这可是我的独创东坡肉。东坡肉呀，要做好一定要选用最上乘的五花肉，要慢煮火少煮水，火候足它自美，要小火慢炖2个小时以上呢。哎，您这说明书有点长，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份礼物本宫收下了，来帮我赶紧藏起来，一会儿我可得好好品尝品尝。那当然，我今天来呢就是想让大家看一下，千年之后是我的诗文更受欢迎，还是我的东坡肉更受别人青睐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要请教一下辛弃疾先生，诗文与美食究竟谁更不可辜负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东坡兄和我并称苏辛，如果说这个吟诗作词这方面啊，我可能是不谦虚，但是要说起这个美食方面啊，哎呀，这个小T真得是甘拜下风了，惭愧惭愧。哎，我们都知道东坡肉、东坡鱼、东坡豆腐，其实啊，苏兄这辈子吃过的东西那可真是太多了，比如说拼死吃河豚，
然后呢，后来到了南方呢，就是成天吃荔枝也不怕上火，对吧？然后再然后还吃过什么奇怪的东西啊？比如说吃生蚝大补啊，对吧？到了海南，到了儋州了，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老鼠、蝙蝠、青蛙都尝过，到后来连这些肉都没有了，就只能吃点野菜了。比如大家都非常喜欢的那句“人间有味是清欢”，说的就是野菜啊。甚至呢，半夜起来饿急眼的时候呢，牛粪火中烤玉子，吃完之后呢，哎呀，懒洋洋往那一躺。所以这辈子可以说，苏兄是把自己的诗意也化成了美食啊，都流传后世了呀。不过你要说这个东坡先生确实是厉害是吧？我觉得他啊，好像是把胃当做了通向精神世界慰藉的唯一途径了。那看看东坡先生今天带来的礼物好不好？请亮宝。您这个酒壶有点特别，它的肚子这么大，这说明里面能装很多的酒啊。东坡先生，您这酒量是千杯不倒吗？那当然，我要的就是这种豪放。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呢。不知您这酒壶究竟是何年啊？横看成岭侧成峰，左看右看都到宋呢。哎呦，那究竟他老不老呢？咱们还是得请2021的鉴宝天团揭开他的庐山真面目，有请。这件作品我们看啊，这个东西呢，在我们现在叫壶，那么在宋代啊，其实叫什么呢？叫柱子，啊，水柱的柱。为什么呢？其实顾名思义也很简单，因为宋代人起名啊，其实很象声，就是它有一流嘛，要我们把这种液体倒出来啊，这样注入的一个过程。我们回顾看这个东西的本身，那么它的整体银白，造型呢很端庄，流上面有这个很细节的这个龙首的装饰。那么龙首的装饰呢，在我们的这个壶具里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少见的。那么从它龙首的状态来看呢，这个龙首呢比较的细长，那么和我们宋代的这种龙的形式呢是吻合的。那么同时呢，我们看整体器物造型呢做的呢很高挑，肩部呢和颈部有各处的这种不同的旋纹，但是旋纹旋削的力度呢非常的爽利，底部露胎，胎质呢呈现一种非常洁白细糯的一个状态。所以呢，综合各方面看，这件作品呢是一件北宋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一件白釉的龙首的直壶的珍品。而且呢，它呢带原盖，保存品相非常完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了。因此我们给出一个市场上比较合理的一个估价是90万元人民币。姐，好好的珍藏它。好，祝贺。谢谢谢谢。正所谓定州花瓷琢红玉，这件宝物可真是稀奇，看看下一件宝物又是什么稀罕物吧。我看你骨骼惊奇，挥拳生风，应该是个练武小天才吧？不不不，其实对于我来说，练武只是一个兴趣爱好。啊，那最擅长的是什么呀？我最擅长的是练习书法。呵，文武双全呀。那书法在我们的舞台上能露一手吧？没问题，拿笔来。拿笔？导演有笔吗？啊，没有。没关系，我可以以瓶代笔。哟，瓶子我们有，来拿瓶来。少年强，中国强，写得真不错。瞧瞧我们这书法啊，有提无顿，有转无折，体正事圆。为你点赞，弟弟。谢谢哥哥的夸奖，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加油加油啊！待会儿梦回大宋之后，我猜你一定是想成为一名书法家吧？不不不，不是书法家，但也一定和书法有关系。不是书法家，但又和书法有关系的，到底是谁呢？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进入我们的时空之门，绕道而行啊，保存好我们的书法。
来，有请。穿得如此朴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呀？别看我穿得不好，但我的发明可不得了，我就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生。厉害，这是一位发明家。那你今天带来的宝物是否也和这个印刷术有关呀？没错，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活字印刷版，咱们看看吧。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发明当中的这个活字印刷术是非常棒的一项啊，但是它究竟神奇在何处呢？我们得请教一下我们的辛弃疾大人。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啊，其实呢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呢它是配套的，其实它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书籍的传播。那我们中国古代啊，其实最开始的文字呢是刻在竹简上的，所以我们说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你知道吗，当时的竹简如果用来记字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古人一旦要是读起那种大部头的文件的话呢，可能就是一车一车的，几个人抬不动。那有了纸之后呢，怎样来把文字拓印在或者说印刷在上面又成另一个问题。那古人最开始的办法呢就只能是手抄，那这个可以想而知啊，那个书籍它的传播的速度还有它的价格是非常高的。后来呢就有了雕版印刷，可是雕版有问题，整个版虽然很精美，但是只要雕错了一个字儿，这个版就废了。而且这个雕版啊，它印刷到一定次数之后呢，这块版也就不能再用了。我们现在说有一个词叫版权，版权其实宋代的时候就有这个意识，你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只有我能印，而且印多少本都是约定好的。但是有了活字印刷术之后呢，它实际上就把这种知识传播的门槛降低了，能够让更多的贫苦的学子也能够读到书学到知识，这就是文化传承的一种力量。所以说我们的小毕生的这个大发明对于咱们整个中华文明的传承可是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要为他鼓掌。听辛弃疾先生这么一说呀，瞬间又对你充满了崇拜之情啊。今天毕生带来的这个活字印刷版，这个是你的发明，但它究竟是不是属于宋代的呢？我们还是得请2021的鉴宝天团帮咱们看一看，好不好？好，有请。上微博参与话题互动，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上微博参与话题讨论，获取更多节目精彩花絮。娘娘好，毕生好，老师好，老师好。什么叫活字印刷术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字它都是活动的。毕生呢是一个印刷房里很成熟的一个书版的雕刻匠人，在庞大的书版雕琢过程当中呢，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书版雕错的这种现象。就在一次补救的过程当中呢，把雕错的书版里边的错字挖出来，重新做了一个活字塞进去。这个时候的毕生呢，灵机一动，活字印刷的这种技术就诞生了。这种技术传到了西欧，被德国人采用了。他采用铸签的形式把活字变成铅制的，然后这种技术呢一直流行到上个世纪的80-90年代还在流行。随着活字印刷术是人类印刷术的一个伟大的发明。那么您带来的这个呢，从它的材质上来看，它是木质雕琢的。这个木质呢，我们知道如果是宋代这个时期的木质呢，它经历将近千年，这个木质呢会腐朽。我们看一下您带来的这个木质呢，它是杨柳木质的，比较软的，如果是经历那么多年代的话，它更容易腐朽，但是这个字保存得非常完整。然后呢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是经过使用的，是有一定年代的，但是它和宋代呢相差甚远。所以呢虽然是老东西呢，它不到宋，我们叫它什么呢，民国制的活字码啊。这样的活字码呢也是有价值的，因为每个字啊它都要进行手工的雕琢，所以从工艺的角度来讲呢它是比较复杂的，这个也值2000块钱。谢谢恭喜你。谢谢老师。
老师说它的价值并不是很高，但是我想呢，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它在向我们诉说着那样的一段历史，也让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对不对？对，你要好好的保存它。谢谢你。咱们今天啊，是茶也喝了，肉也吃了，头骨也玩过了，可以说是相当精彩哈。但其实呢，宋人的生活远比我们想象中的精彩得多。有这样一幅传世名画，就淋漓尽致地向我们展示了宋人丰富多彩的生活。让我们一起走进它，去看一看。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走进宋代著名画作《清明上河图》，探索隐藏在这幅巨型长卷中的小秘密。一看这幅画，我们就会知道北宋的汴京城还真是个好地方。在这幅画中，临街的房子都成了铺面，卖什么的都有。街上还有挑担的、抬轿的、说书的、算命的，真是热闹非凡。宋朝已经流行送外卖了，小店附近的外卖小哥应该就是这家店的店员。酒具王员外家，这是给过往入城的客人提供住宿的旅店。酒居的意思相当于我们今天说的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赵太成家是一家私人诊所，门口的招牌上写着治酒伤和医肠胃，过于酒足饭饱，甚至都需要看病吃药来消消食了。汴京的不夜城也是名不虚传呐、孙杨正殿搭着彩楼欢门，欢门上缀满了花球花枝，以及当时最时尚的吉祥天鹅装饰。那人多了，用水就多。整个汴京城里一共有300多口官井，每一口官井能同时供4个人打水。再看挑水的人，这些人可是宋朝送水公司的优秀员工。《清明上河图》到底画了多少人呢？500多、600多、1000多，反正都称得上是人烟富盛，物流发达，一派安乐祥和呀。谁又能料到，就在这幅画画好之后不到10年，汴京城就被金朝大军攻破，这幅《清明上河图》也就定格成了北宋汴京生活的最后一帧照片。